相亲。哎，这个有在，有在抓到，你是健身房出来的。今天我们来到了工地旁边的小蜜蜂。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要来工地吗？很多人都会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呛我们什么健身房蛋白粉吃出来的假肌肉，只有在工地才是真正的肌肉，没错，真正有用，力大无穷，而且他一定会屌虐我们，一定屌虐我们，因为我们假肌肉，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带了杠杠片都准备好了，我们今天的主角都在后面，一群工地练出来的真正的肌肉，尬一下硬举，看一下他们的力量怎么样。你觉得他们这样可以达多少？我觉得他们应该体重两倍可以轻松拉，因为他们那拿什么钢筋，这一支就是健身房的钢筋，健身房的水泥。可是你看哦，他们平常是搬那些东西，用一些很不好施力的方式在搬，会不会就是他们用那种很奇怪的姿势，然后可以拉超重？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你知道吗？我讲真的，我们的力量应该没有差很多，但是我们比较熟悉这个动作。但如果要我们三个去工地去搬那些重的东西，我们一定被屌虐。所以今天来让工地的劳动工作者挑战看看硬举，我们红包都准备好了，奖金挑战赛，60公斤拉起来100块，60公斤就60就100，你人太好了，80公斤150，差不多吧，体重一倍，如果体重两倍的话500块，200公斤1000块，200公斤我都拉不到，啊，我拉不了200。安全假肌肉，好可怜啊！可怜哦，健身房练出来的，明天就来这里上班了。对，来上班。而且我在这边还有潜力，多好啊！对啊，差不多，那是不是应该来了？来了，算了。总之，今天的冠军会有2000块。好，好。挑战开始前呢，我们邀请一下我们太阳下的男人这边的大头哥瑞哥。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班弟兄都是你带领的？啊，算是说吧。他们平常力气大吗？应该算蛮大的。那瑞哥想给你看一下这块板子，你觉得今天我们会破产还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应该会破产。应该会破产，应该破产的。他这边最近的几款肌在哪？这里啊，我们健身房练出来是假肌肉，这个才是真正的肌肉，几款肌。等一下头哥也会自己下来挑战一下，必须的吧？试试看，但是我会像你讲的，就我完全没有破。真的吗？我连破了，我的肩膀没看就知道了。那你摸看看，你把它举起来就好。这个有20公斤哦。对，这二十，这20公斤。我真的没举，我不知道苹果要我摸。那你平常怎么拿钢筋就怎么拿？我都这样，哎，拿起来。超能力，没错，确实还是起来的肌肉。好，那我们就期待伙伴，期待我们准备挑战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好。好，那我们工地硬举挑战正式开始。我们起手就是60公斤，拿起来100块。帮我们先示范一下好了。好，好，药师先来。就我来就好。OK OK， 就把它举起来。对，减料。捡起来的那个概念，瑞哥，饮料钱就有了嘛？你喝什么饮料这么贵？哇！还行哦，还行还行哦，100块。我觉得这个直接跳过吧。啊，直接跳过。没有，这个的作用是什么？暖身啊，暖身啊。好，好，那我们就陆续的来吧，继续来。下来是什么？江凯杰。哦，轻松，他拉很轻松哎，很壮啊，感觉他们这个都很壮，看动作。哎，这个有在练，有在抓到，有在练，抓到了。哎，这位是班长，班长，班长，轻松啊。哎，班长在练啊。哎，不要骗哦，你是健身房出来的。哦这个，OK， 可以过关，过关，这有苏某，苏某，哎，这个，这个就是让没在练，直接上，直接上，成功，成功，成功，哦，哎，他这有一点举重的感觉，对，哎，轻松啊，哦，他这个是划船，对，轻松，松啦。
他露馅了。你知道他刚做了什么吗？他刚拉起来之后在那边抖，你知道抖是什么意思吗？抖就是有一种像爆发的感觉。对，抓到60公斤100块，全员达成。我们现在来到第二阶段，80公斤150块，我们要示范一下。有料有料有料。我刚刚发现诀窍，诀窍真的吗？好像要站很近，对不对？下去的时候屁股要起来，对，腰比较安全。我要来了，哇！哇，好油！有料哎、有料！哦，好扯配，好快！接着，哦 ，nice！ 哦，这是。这个不太对劲，这个也很不对劲啊！这样子也是150，这样没比较多。划船呢？哇塞！哇！Nice！ 好，哎，这个太轻松了。拜拜。这个手肩可以翻越，这个就完全跟举重不来哦啊，好扯哦！我们第二个关卡150块，全员达成。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三关卡，100公斤，成功拉起来就200块，很好赚哎，有很好赚吗？我觉得蛮好赚。我问你，你刚开始健身的时候，硬举多久可以拉到100？对哈，我觉得大概要到半年以后。所以你硬举练了半年，差不多吧，差不多。不是因为在我们早期练，比较没有人在练，乱练对啊。我是没有在练腿。早期我在内运看到他们两个一起练硬举，他们拉120公斤，看起来有点吃力。然后我就在想，因为我硬举第一次拉就120斤，然后想说奇怪，120拉成这样，没有，这个也是吃基因的啦，还是有那种第一次就很特别强。有啊，今天看到好几个，等一下看就知道。我现在示范，会轻松啊。我来看看，真轻松，轻松，瑞哥。快走！快走！不要扯他，我怎么怕你频道停更三个月？有啊！这个是真的肌肉，这看起来是真的没有练运动哎，对，有不舒服吗？腰开始有点，开始有点有声音了。来，这三剑客来的。对，这个怎么手都抖，看着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一定有办法。肩胛正位、腰臀正位，那么宽正哇。稳，快。哎，但我觉得大家在看潜力发挥比较大。对对，现在每年都加20。有在拍的时候，那个肾上腺素爆发，可能只有 boys。小心哦！对，好，可以放。Nice， 有点吃力，有点吃力，这才正常，好不好？正常的。好，真的。真的，我们终于到一个正常人了。没错，这才是正常的人。怎么会每个100都那么轻松？没错，刚前面第一个瑞哥拉起来，我就觉得奇怪。对，我想说他怎么能拉起来？他每天都靠着他的超能力。对，结果还这么强。谢谢，那我们下一位。Boys， 这个真的是不会的。他做了很多奇怪的动作。对，这个真的没有。他力量是真大，真大，真的。哦、OK， 那个腰有不舒服了就不要再拉了哦。好。平常有在练钓虾、虾网、虾网。OK， 过。啊，这个不用了。拜拜。这种魔王等级的。我刚还想去保护你，我想说我站在后面干嘛？搞定了，这个大魔王啦，停止了，搞定你来了。他就一直，对啊，对啊，他就是举重战法啊。
先撤一下。对啊，你这个明明就被你包了。然后我刚才听到什么什么可令起来，对啊，奇怪，里面到底混了几个？我们这些假肌肉不要再演了。对啊，假肌肉。好，现在来到了第四个阶段，120公斤。我跟大家说，硬举100以上就是一个坎，120我觉得另外一个世界。说真的，如果120起来啊，那种真的是真肌肉，真的。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没有技术，锻炼，所以真的是真肌肉，没错。所以我们就是靠技术的假肌肉，没错。好，来啊，你们有没有假肌肉要试？够假了吧？我们蛋白都没喝，太假了，太假了。耶、yeah. ，nice， 好，那我们瑞哥，瑞哥，瑞哥要使出超能力，要超能力了没？不行就不行啊，不行就不行啊，不要逞强哦。不行，真的吗？认真啊，认真啊，认真。不行，真的不行，你要使出超能力啊！你还可以关心哦，记住，快点。好，我要来使用我的能力哦，超能力。耶、yeah! ！等一下，还是你钱了。我算你打个折200块就好。好。好啊。是啊。过力不够。这个。有差，我终于看到感觉了。对，他100公斤的时候很轻松，120有技术的感觉。对，温柔。慢哦，慢哦。哦。真的肌肉，真的肌肉，所以这个一看就是假的，这个假的，这个假的，这个阿许这样子好像这么稳，太假了，太假了。喂，这个不行。喂，谢谢，这才正常吧？没错，又有一个。140公斤，刚刚120已经有分得出真假肌肉了，没错。对，我们现在140绝对可以把真肌肉淘汰，真肌肉都淘汰，没错，只留下假肌肉，没错。我过来示范一下啊，因为我脚很痛，所以不会拉得快。喂，锁住 ，OK。哦，瑞哥已经被淘汰了。对，那三剑客派来的，这个我先帮谁？哦，你怎么强呢？真的耶！哎呀，这是我修好的皮啊！哦，好，我们谢谢 KJ。耶！哦，我要狗
这个真肌肉，这真肌肉，真肌肉，太好吃了。追光，怎么有这种姿势？假的，太假。班长，哇，这也蛮假，这也蛮假的，这也怪怪的，假假的。两个，这么高，对，打得直的。这个对位置，哇！他我觉得刚120，他就在演，他在搞心态，他以为有点重。对啊，那我们一扫，工地最具，轻松的最具。喂，哇！太轻松了，真的，轻松，对，要轻松一点，哇！太强了。我们第五阶段成功的几个？1、2、3、4、5、6，六个。我们才淘汰两个，140只能刷掉两个，好强，真的好强。里面有四个假肌肉啊！你看，我现在第五阶段，等一下第六阶段160，哎，160就500块，160是真的有点重了。来，帮我们上钢片。第六阶段剩下六个，我们现在重量来到160公斤。这增肌肉不可能啊！增肌肉我觉得拉不起来。我不相信，我来示范一下。好，160可能要用一点假的技术的东西了。要了。就是140以上，就160已经感受到全身的张力，举得起来就可以讲一堆废话。对，我们哎，我那要讲废话，举不起来的话就没了。这个含金量很高哎。一条，怎么办？好，谢谢，我下谢谢。如果他拉起来，我真的会吓尿。稳哦，这里一定要稳哦，这里要打直哦，嘿。全部过关，我就知道今天完蛋
好，我们来到第七个阶段，三个人成功。对，你看我们也是三个人嘛。对，这是说什么？三对三，三剑客 VS 工地最强。太赞太赞！那我来示范一下，180公斤。举挑战成功，成功分辨出真假肌肉，没错。对，那我们现在就来发今天的奖金，200块的，200元的。不要，你不要看后面，就是你。我还有更下阶段。哎，谢谢。那拿到这笔奖金要去做什么？加菜哦，晚上可以加两只鸡腿，加两只。谢谢，谢谢。哦，瑞哥，瑞哥是120的男人，是300块。Yeah! 拿到这笔奖金，我要把它变塞卡。听说你昨天有一个人来打工，然后你没有付他薪水。哦，对，有一个人蛮帅的嘛，对不对？对啊，来打工一直被扣钱，一直被扣钱，没穿衣服啊，什么帽子有电扇，什么有的没的，然后只最后打了半天工，只能到一个便当。对，下次帮他加一个鸡腿，好不好？好不好？谢谢瑞哥。
120公斤，恭喜，300块。他这样子，他真的很强哎。你体重多少？50。50啊，120哎。多加一只鸡腿，真的太强了，真的。谢谢。晚上多吃一点，好，好，谢谢。恭喜，谢谢。多喝一点，喝一点什么？我不知道啊，你要多喝一点什么？拿去买工具，真假的？三斤哎，瑞哥听到了。Tenga 折扣。Tenga。恭喜，拿到300块。要做什么吗？去喝酒。喝酒。好，对嘛，对嘛，开心嘛，开心。来，恭喜。拿去买明天的利息，明天再亏了。恭喜，要买什么？刚刚买，刚刚买了税呀，刚刚买了税。你要喝假鸡肉，太假，太假，加入假鸡肉，税加入假鸡肉。哪位？你拉多少？140，400块。哇，增肌肉，增肌肉。我刚刚看你的动作有料，增肌肉，真的保重身体。谢谢。怎么花？拯救失学少女。哦。400块，这个梦，140，这个梦，这个梦，恭喜，谢谢。对，怎么样处理这400块？所以开心，祝庆祝一下。140，140没有100了，500没，500没问题。来，恭喜，怎么样花？存起来，不存起来，对，存我这。谢谢，恭喜恭喜。班长，一定要存活到最后的吧？你要记得你昨天的便当是谁帮你扛上去？是，对，记得这个恩情。是，来，怎么花500块？这500块当然是要去办3000课的会员了。哇！你班长活到鬼呢？恭喜！怎么处理？我去买拉力带，就可以拉100吗？看哦，他拉180，他不是走600块，他是有2000块，因为他就是冠军，错，花500赚2000，哇，好，恭喜，你真的，我觉得你应该是今天要拿2000，一百六还在那抖，太可惜了，可惜了，你还是很强，恭喜你，怎么出这500块？来再去吃饭，来吃饭，实际吃多一点，180就拉起来，对，恭喜，恭喜，今天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高一。工地硬举其实有两个，就是我出乎预料的事情。第一个是我觉得很多人都拉到超过水平，我觉得很猛。然后第二个让我意外的是，我真的以为有人可以拉两百，平均水平比我预期的高，但落在很平均，都大概140到160，就是这一段人很强。就是你没有练硬举，然后能拉过120的，已经很猛，就是已经很大了。平常不会有机会去搬到这么重的东西。我是蛮失望，竟然没有第一名。对，没有第一名。跟凯怡说至少要300嘛，然后你还跟我说有可能啊，车子再不下来，结果我连100都没有。对，200很简单。哦，没有200真的，200真的，200要练不容易。工地跟健身房，就是我们讲生活类型，真的还是有差。可能拿重物干嘛，它比较灵活，比较多变。健身房这种专项单一模式的，就假肌肉，就举这个墙而已啊。对，就这个墙，不值得拿来说嘴。生活上的大力士才是值得称赞的。真的，今天总算有个碰撞啊。对，蛮开心，能够真的跟工地的工人来一场硬举挑战。是。好开心哦！那当然，今天也是非常谢谢瑞哥帮我召集这么多真正的肌肉，真正的肌肉男。那如果大家想认识工地生活、工地趣事多一点，或是想知道一些建筑上面的小秘密，都欢迎追踪订阅太阳下的男生。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有任何问题会在影片下方留言。我是江盖英，下次见，拜拜。大家一定很好奇，我是怎么把这么重的钢片带过来的。啊，这都要感谢旺来租车。如果大家想要搬家，想要载很重的东西，或是临时要搬什么大型物件，都欢迎到旺来租车。他们有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货车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你看一下，轻轻松松224公斤，还有这么多的空间。啊，现在 DIY 自助搬家优惠，2小时只要550元起。而且老板有说报盖伊的名字可以折100元，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我会把链接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欢迎到旺来租车参考一下，拜拜。